这些文化遗产不懂，会抖的嘞。 太阳哎。 对噻，嗯，很多。哇，干嘛？出不来了。 免费的停油车，看到美的景点就下车，不用钱了，坐来坐去。 礼拜天好像什么都没有。他们的，哎呦，很吵，等下先安静到门口都可以拿来拍照啊。梦魇，待有人从里面走出来。两个人，第二个在等着了哦，跑了。 乐山堡，现在很快跑哎。
们看到这好像是缆车，我觉得这可以进得来，怎么我们不要进这里？我们来看下一个背景，看，可以进啊，就是很像那个冰城的。下面就是一个小镇，好恐怖，恐怖啊！对面服务员，我觉得很快，有一点失重感。嗯，有一个虹桥，有一个虹桥，没有什么美丽啦，这个。这里就看到很美的红啊，超鲜艳的红桥。世界文化遗产？不对啊，我在讲什么遗产啦？就是它特别的嘛，好像我们那边的。就是这个用来这么的啦。之前进去看一下，进去看一下是什么？这里可以看敌人呢。哇，好累啊！哇，开好累！我风怎么突然间开？我还以为是你按呢。哇，小镇，小镇。有点紧张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坐这个电梯，走到上去玻璃屋。安哥在对面的安哥。也是有啊，只是没有开。火车，火车，嘟嘟嘟。找到一个Thai food。OK, go. 这。哎呦。我觉得你那个开起来很难看呢。烦。有点僵。炸粿条，吃饱了，我开的。OK， 等下我们就要去做这个，不快哦。哇哦，走，我们来去做了。够力的电梯。不许不许啊，那一块钱而已。
你在等凌晨的巴士去荷兰，我们去了巴士站又走回来一遍，地环游一遍，环游世界，反正是免费的，所以就回来呀，因为那里没有地方休息。我们又回来了。有烟的嘞。